去夏威夷的飞机上，你说两句话。你刚才搞闹了一个什么笑话？嗯，刚才超级好笑。然后我在睡觉，然后听到我妈突然很大声的说 yes， 然后我想她的 yes 是什么？然后听到别人在问 do you want to purchase anything， 她都没有听清楚是什么，她就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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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呀！我以为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帮我女儿订，帮我女儿订。都没有听清楚就在乱 yes。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差一点钟没有赶上飞机，因为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已经五点了，然后我先弄了一个 car to go， 我想开车开到我们公司那儿，然后再打个 lift 从公司来机场嘛。然后结果那个 car to go 的车好难开呀，我进去之后发现他的钥匙找不到，然后找了半天找钥匙，然后发现那个座位调不了，然后又发现哎呀他那个他那个档也找不到，气死了。我也着急，反正到底档你看在那个方向盘呢。对啊，然后后来搞了十分钟才搞了十几分钟吧他把这个车开起来，然后油在车里。然后还有刚刚上飞机的时候，然后那个灯是关着的，然后我准备睡觉了，然后我就听到旁边有那个漏气的声音，然后我就想，哎，这飞机怎么好端端的还没开始飞就开始漏气啊？然后一看，哦，原来是我妈妈在那边吹口，笑死了。是说，很多人都说我只现在学小说话。然后还没有讲完，那个 car to go 把它开到了公司附近，哎呀找个地方停也很麻烦，我本来以为停下来可以直接打个 Uber 走的，结果哎找了一下停车位，然后后来付钱的时候很神奇，就付的时候他如果因为我那个信用卡已经过期了，然后我忘了换新的信用卡，如果当时我那个里面好像还有10块钱的那个 credit， 他就正好开过来，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不少，就是10块钱，他要是多一毛钱我当时就不能把它还了，然后当时就会耽误更多时间，我们就赶不上飞机了。然后后来把那个咖啡豆还了之后，我们坐 lift， 然后我打的是个 lift pool， 然后结果他那个铺是有另外一个人的嘛，然后我们时间又很赶，我想我一看他上面还有一个人，我想完了完了完了，这样我们又要赶不上飞机了，结果那个人也是去机场的，然后就很巧，然后我们就不用多浪费时间，所以其实没有浪费时间。然后结果到了机场，我想说结果在机场真的好多人对吧，那个安检那个地方，然后我有那个 clear 可以很快的通过，然后我帮你也搞个 clear， 结果我们按了半天在那搞指纹啊乱七八糟了，然后本来想用 clear 过，结果后来他不让用中国护照，然后说啊你一定要用一个美国的 ID 才行，然后让我妈妈用美国，我就说那我妈哪有美国 ID 了对吧，然后结果那个女生就说啊那不行，那你们就不能用这个 clear， 然后我说完了完了这样赶不上，那么多人在排队，然后他看到我很尴尬嘛，然后我说我要赶不上飞机了，然后他说啊算了算了算了，我就让你妈妈用一次吧，然后后来我们两个都用了 clear 过的，然后就还蛮顺利，然后用 clear 就几分钟就过了，然后后来我们是6:25登机，我们5:50才到了机场，然后搞完 clear 都6点多了，那个时候如果走平时的通道肯定过不了，不过还好，然后还让我们用了 clear。然后我们到登机口的时候就才6:01吧，提前十分钟 ahead of boarding time 到了登机口，对吧？哎，真的是好有惊险啊！啊，我们现在在打乌波，那个乌波打到哪个地方呢？来公司。哦，在那公司的时候。不是，我是租了一个 car to go 开到公司。哦哦。然后再从公司打了一个 lift。哦，那个时候我们打乌波的时候，那个乌波显示说5:40才来，那人都完了，他5:40才来，他就不要了，我们都赔掉。哦，不是说时间没有关系，我是说。当时我忘了他是要跟别人一起坐的，是那个拼车，然后他万一那个女生去的不是机场，就耽误时间，
我还好，那个女生也是去机场啊，没想到我们正在说，然后那车子就过来了。我们那个时候才我差一点就把它取消了，5:28。对啊，是啊，我们提前了12分钟，要取消了可能还麻烦一点，取消了更耽误时间。哎，是啊。是说，哎呀，今天这一脸还是蛮细的，惊险啊！那昨天我是在整天多人在玻璃家表演了李锦旗，今天就让他上演了，真是起的惊险的，一连串的，那个是啊，是一连串的惊险的电影啊，然后让我们都通过了，真是太幸运了。是的，好，我们先说这么多，待会儿在夏威夷再录，拜拜。Hello， 我们到夏威夷啦。刚刚换了衣服，化了妆。哎呀，看不见算了。然后我马上去取车，取完车之后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去做滑翔伞。拜拜。哎，我们终于吃上饭了。这是我们同行的小伙伴。对啊，下午现在几点？2点多。对，2点。终于吃上了今天第一次正餐。嗯。耶，我们出海了。What's up, boys？ 出海了。哇，好漂亮。外面后面是 Waikiki Beach。本来太累了，准备回去休息，结果后来肚子饿了，然后准备出来就买个菜的，结果菜没有买到，找到龙虾了，哈哈哈哈哒哒，这里有 好大一盘椒盐龙虾，对吧？嘿嘿，我们就好像出来吃大排档一样，吃完了再回去睡觉，对吧？好，再回去睡觉，洗了个澡，然后躺了，我还眯了一会儿，然后精神稍微强多了。穿的还是我的衣服。上面下面都是我的衣服。今天的风景超级好的，那个山好像恐龙，啊，这马好乖，它叫 Puden。我们在骑马，这个妈妈好乖的，妈妈在我前面，这里好漂亮呀！哎呀，衣服垮了。太美了，简直像电影里面一样，侏罗纪公园就在这里拍的。你看这一片牧场好漂亮，这条小道那边好像可以看到一些海，好吧，被树拦就看不见了，有山还有一些海。哎，那边可以看到海。哎，真的是好像在画里面。What's your horse name? What's your horse name?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Means cruise. 很好玩。然后我们骑马要骑一个小时，骑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去一个 movie side tour， 好像是拍过《侏罗纪公园》的那个 tour。我已经录了你了。转个头，转过头。你转个头，对 ，Hello， 妈，回个头，哈哈，招个手，讲点话，好玩吗？好玩，你的马乖吗？乖呀，还可以，这个马还可以，它叫什么名字？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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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过这些树还蛮奇特的，好像可能是夏威夷热带的树。前面为什么停下？妈妈很乖，看这个山，晃。什么通道，然后这里有好多拍电影的，也请好莱坞拍电影的，然后这边有个侏罗纪公园，我去给你们看看大恐龙在这里面。To Hawaii. The Hawaiians were the first people that were able to figure out how to mass produce the macadamia nuts. So if you look at the nuts on the tree, it has that green skin around them, and you can tell when they become ripe because they will crack open, they'll turn brown, crack open, and fall to the ground. So Hawaii figured out how to mass produce these and to make money at it.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兔，这个地方好美呀！好，哎，你往前面走吧。有很多很神奇的水果，我们待会儿要去吃水果。嗯，外面弄个视频呢，嗯，就这一个。哎，不是，我弄的视频。是呀，你看着那里，看着那里呀。好，哎，我们来吃晚饭啦！你们干嘛？那个像，我以为你们突然打起了电话。然后又是吃海鲜。今天是吃美式的，如果今天让我爱上这美式的海鲜，明天我还想念昨天晚上那个韩国的那个椒盐龙虾。那我这个夏威夷天天享受美餐啊，幸福是吧？过的是神仙的日子，罗哈。Hello， 你看哪位美女穿的这么性感？来转个圈。Hello， Aloha。Aloha。Aloha。转个圈，转个圈，转个圈。你转个圈。哎呦嘞！你看美死啦！这车昨天被人撞了，然后那个人跑了，在我吃饭的时候，超惨的。这边你看，被撞成这样了，气死我了。所以还有很多麻烦事情回去要处理一下。嗯，我们又要出发啦，我们去吃饭。啊，可怜我们的车被撞了，好可怜呀。嗯，讨厌哪个讨厌鬼给我撞成了这样。我已经报告给了警察，让警察来抓这个人。我们来海边啦，这边比较不逆光，后面超级漂亮，哈哈，是不是？我到镜头后面来吧。你好小啊，你怎么这么小？好小一点点，看得见你的鞋子，你个臭美！你爬，看你能够爬多高。你这不叫爬树，你就站在上面而已。站在上面，你就站这里吧。切。Oh my gosh! Yeah, they cute. Let's go. Yeah. 我们又来吃龙虾了。我妈妈超级
开心的。随你愿了，是不是很开心？愿了好多天了，哎，走之前，明天就要换岛了，然后又来吃一次。这个是子珍，哎呦，我们起来到我家。不开心，漂亮吧？好，我们要开，我们又要飞啦！去贸易岛，飞贸易岛。嗯，刚刚去，先把小伙伴送到了机场，他们要托运行李，然后我去还了车。还好昨天机智，先把车还了过来，然后先把车开过来，然后做了一个那个 accident report。今天就很快就把车还了，而且，哎，反正应该后续希望不要有太多麻烦。那个车被擦伤的事情，嗯，我们肯定会一帆风顺，对的。好、嗯哦，然后买了再吃新爸爸。你好，怎么说英文？阿罗哈，阿罗哈，开始了吗？我们要继续吃卢澳晚宴啦，好开心！来来来，一起吃。好。他把你还露一下，旁边露一下，好，好，再把我露一下，你接过去，哎，接过去把我露一下，好，你进去。可以关了，我不录你了，就是有一个拍照，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都可以，我好像冷，外面好美的海，应该真美了，进来了，不是我进来了，妈还在，拿了一杯饮料，然后待会他这里会放。花花戴在脖子上，这边。哦，有。好，我们再吃个晚餐。哎，你背后还有一点点晚霞的余烬。看不见你不录了，你是黑的。哎，你跟我打个光，用你的手机打个光。哇，等一会儿，我的眼睛特别满了。好，漂亮，还有你的脚。打光，还有我自己，还有你自己，就只有一半脸是白的，一半脸是黑的。好吧，很漂亮，很美，很美。我们快吃完了，对比一下，我觉得脸已经大了一圈。你看到我的花吗？这瓶饮料很美的，看得见还有花花，看得见个鬼，黑不溜秋的，已经吃得生无可恋了，太多了。还没有完，还有很多的，想想真的很绝望。但是，我现在觉得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要给我提吃这个字。植物园后面是大海，看看大海，把这个调一下，你看这海多蓝呀，这里的景好美、啊、特别的美，这四周超级的美，都是非常非常美的植物、
是景美，然后让我也觉得我们人都很美，哈哈哈，就是到处捡石头，你看你捡了好多，来看一下，捡了好多石头，还有个树，那么大的石头，你怎么带回家吗？要带回，我没有给你照相，我在录像，我在录像。我在问你，你要把它带回家吗 ？Yes。Yes 个屁呀！我好喜欢的，它就是它像只标子。哇！开始了，那个浪啊，我已经开始了。我们在黑沙滩。哎，黑一点，黑一点，黑一点。沙子都是黑的。过来。好。哇，浪大。浪白，浪美，哇！蓝天碧树岩石，波浪海水，哇，好美呀！是的。海呀、啊。故乡，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哇！大海呀，大海，就是妈妈。你跟我转一下啊，跟着我转一下，镜头。哇！你哇！我鞋子要掉了啊！啊！超级美的甜点，360度，白一圈，肯定没镜头，应该把他们开心死了，这么多镜头在，他们应该习惯了，大家看到这盘东西都这样，小伙伴们都疯了，很开心的，哇，一个摄影师啊，美国人跟他们做广告，免费做广告，是干嘛呀？我们又出发了，我们要回到，先回到欧胡岛，再从欧胡岛回去。今天最后一天啦，舍不得走嘞。你怎么讲话？毕竟是过客，对这里没什么留恋，玩过了，谈过了很多美景，讨厌，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了。还挺留恋的，这边这么漂亮。哎呀，看不见外面的，外面是太亮了。提醒一点，我们是机场。Your safety is our number one priority, so please give us a few minutes of your attention as we share the safety features of this aircraft. If you haven't already, please.